湘运河让杭州成为古代的一个商业城市，南北的京津交流发展了很多杭州特有的早点。今天的杭州呢，已经成为一个电商之都，这个当然也离不开是大运河所带来的影响。我是 DL， 一位在香港出生、加拿大长大的中国人。这一次我在杭州会从运河开始，一直往南，一路寻找最熟悉而且最深刻的味道。在2018年，我跟 Simon 主理的创意中菜料理餐厅就拿到了米其林的星级评选。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加拿大长大，是学习烹调，我也主要法餐跟意大利餐。有机会来到中国工作后，我就发现了原来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独特的味道，特有的一个食物。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前没有清新的去了解过很多中国的传统美食文化，特别是一些有关调味技术跟食材的搭配，都让我特别的觉得很兴奋，因为希望可以利用我学到的技术，可以把它在美食上做出一个新的状态，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体验。这条就是京杭大运河，我在杭州这里的话发现原来有一条河在1000多年前呢都给人工把它挖出来的，非常的厉害。现在呢我就是在那个大运河上面，刚刚从拱宸桥上面上船的，然后现在就会往南方一边走，走到城隍牌楼那边体验一下这边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食物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历史跟文化。大家好，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去找一个很有意思的煎包店，听说了他们是用老面去做的，那关于那个老面去做的煎包会跟普通的煎包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我们就要试试看了。在李师傅这个自强小吃店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壮健的大叔，他的那种做法最少我觉得在杭州没有人在做，他还保存着用老面的做法去制作他的包子，基本上都一点钟肯定在店里。那我老婆嘛，反正包馄饨老面打比我今天的面做不完了，让他发到酸掉为止，科学讲它是乳酸菌，那么对人体呢有益的。这个吃素大人其实要炖少那么多老面的话，最起码这样两把它要走浅的，不然的话它等一下整个面要酸的。发酵的细菌本身它自己会有一个 chemistry 的 reaction， 吃那些面粉里面的淀粉啊，变化成糖分，然后那个糖分再变化成 carbon dioxide 碳，让面包可以蓬松的一个功能。里面有第二个细菌乳化菌，天然的消毒，分解一些酒精出来，所有其他的坏的细菌都不能侵蚀到那块面团里面，所以那个面团为什么会还是健康？乳化菌加上那个发酵细菌的话，两个就达成了它那块老面的一个功能，而变成它最后做出来的生煎包会有特殊的味道跟那个口感。这一系列呢，以前呢，20年前呢不是我干的，20年前呢是我父亲干的。那我爷爷在做的时候，我才20几岁。所以我们家传呢，根据天气，根据气温来加的。那么还有就是老面啊，水温啊。在做这个过程中，我做完这个面粉正好是发的最好的时候。拌这种粉在10分钟之内可以搞定。因为现在用酵母它是有用凳子是称的，一斤面粉多少酵母，一包粉最起码40分钟，这个速度我肯定比他快的，但是人累不累，用手工的累。像我们说句老实话，根本也不要称，反正凭手感。
煎的意思就是他会把包煎完第一面熟了之后，他会还反过来。他说因为他的包子做得特别大，所以如果他只做一面，他的那个肉会不熟。我们这个搞音乐的人经常来这家吃这个小包子啊，嗯，特别好吃，味道上也当然会比较好吃，因为永远带有老面的话有特殊的味道，那股特殊的味道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面团，把它带到不同环境里面它就有不同的味道，所以它那个真正就是杭州的味道，因为它吸的就是杭州空气里面的乳化菌从所发生出来的。就在前面有三碗馄饨出来就行了。有失败过吗？一开始肯定不行。一开始都不行。对，一开始不稳。不稳。嗯，就是打比如今天中奖了，或者去捡了这种。情况都有的，那么现在呢，我基本上这种情况肯定没有，反正随心所欲的了，多放多少老面就放多多少苏打，反正这自己心里就不在手上的，都不称，不称空，所有就是对跟着天气去调整。然后刚刚还有看到一个伯伯，另外一个爷爷，那个是我爸爸，那个就是你爸爸，嗯，所以你们两代人都在这里，对，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他坐在这里坐镇。我们打水的，就是我以后就是培养一个新人一样的，只要我坐在那里，声音肯定有的，也就是这个位置，旁边坐在那里，人家嗯，老牌子老牌子，就这样。就是杭州一个很特别的早餐，叫做葱包烩。在这里有两个70多岁的奶奶跟爷爷，每一天都会准时在这边开的档。他们做的葱包烩呢，中间也夹了特别做的素鹅，我们就去尝一下它，好吗？是奶奶葱包烩，很好吃的样子。上棒上。Chewy, very chewy。甜面酱的部分的话，奶奶，你那个甜面酱很特别味道哦。你这个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嗯，那肯定要自己做的，买来没这么好吃。那告诉我里面有什么嘛？是秘密吗？那很好吃哦。好吃啊。嗯，好吃。杭州的油条，原来呢叫桂，桂呢就是秦桂，秦桂。是现成，所以要给它包起来压扁吃掉。当年这个岳飞之所以会被秦桧害死啊，没有秦桧也会有别的人，因为真正不喜欢岳飞的人是谁呢？啊，就是这个抗王赵构啊，这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事。这边的铜像就是秦桧了。再加一份，好的，可以。刚刚过了50周年的金婚还是什么婚？金婚，金婚、啊，这个是姻缘，嗯，那加迷信的话是姻缘。欢迎使用支付宝。来吃葱包烩啊，全国有名的。葱包烩呢，做的很简单的，就是各有各的不同，主要呢是酱好吃，那个葱包烩就好吃。主要是为了麻将界的。
那么我还是麻将不炒，芹菜么做了不好，买这个好。奶奶，我要一个。啊，好的。这里就是一个叫大马弄的地方，也就是这边的一个老街。他这边听说有一个奶奶是做杭帮菜的，所以看一下他勾给做的那个杭帮菜又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味道。徐奶奶她是做杭菜的一个老师傅，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爽朗的一个老太太。啊，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变成网红的？没什么网红，我就喜欢做菜做生意赚钱，其他都不喜欢。哦呀，校长把他们搞得这样都是。哎，晚上的时候就会把食物做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会卖给去菜市场买食材啊买早餐的街坊。他这个东西呢做得好吃啊，这远近都很闻名的，气量大，人缘好啊。你认识那个黄三奶奶吗？认识，我隔壁邻居。隔壁邻居、我们这么大摊子也吃的，好吃啊，酥爽糯啊，多好吃。饭量你要什么？经常买吗？经常买。大家吃饭，我们不少菜，经常吃。他要不宝马车的？他有四个轮子，轮子经常开来开去。真的假的？那是部车子的，部车子。他除了谎话就是谎话。不是部车子的。菜场里买豆腐干去。我杭州生杭州大的，这里住了40年，以前在菜场里做水产，什么行当都做过，房地产做过。杭州嘛，就是老公死了以后走了20几年，应该自己生的孩子自己你责任的啊、越是这样越是要争口气。比如说下次要什么货，我就开个小车啊，在公园里他都不限，下去了他了。苏长啊，真的叫苏长，海宁的咸菜，杭州的豆腐干，阜阳的豆腐皮，这个豆腐皮要在规定时间剥掉的，过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干掉了。天热嘛，要限量，限量版。哎呀，买的菜、好。小张爷爷，排队你来排队买了。你别买了，你买不起的，我们东西好贵的。卷鸡是很多老杭州人都喜欢吃的早餐配菜，要用很多块的腹皮，先放的是猪肉跟笋干。把它卷卷卷卷卷卷到很紧很紧，很像一条很大块的香肠一样。可能看起来食材特别的小，比较简单，但只是那个工具的话是更讲究，而且更加复杂。最后呢，再去炸，炸完才去再第二次的腌制那个卤水的味道。奶奶，你那个炸炉很厉害哦，炸香。没有，你那个小的吧，小的放不下呀。没有，跟我厨房用的大小差不多啊。这个、这个生的也好吃。这是一片。这已经熟了，把黄豆，磨成豆浆，在锅里烧，烧了以后，上面的那一层就叫豆腐皮，搞个筷子撩起来一张，好，晾在那里。是不是常常都会有人说你很聪明啊？对。他们都说我聪明，其他事情我们都不做，跳舞也不去跳。你就做菜。对，然后又做得很聪明。要自己动脑筋的，怎么样才做得好，怎么样有钱赚。这个半成品搞好以后，你要马上吃的话，就有点淡，不鲜，
因为杭州要搞有一点甜，有一点鲜，有一点咸，不要很咸的，很咸杭州人不吃。这个我吃一下了，奶奶。可以啊。我可以尝你的卤水吗？可以啊，我拿。我一点点，对对，我拿出来。好，谢谢。这人没有，因为尝不到。嗯。肯定有酱油。酱油。糖。糖。辣酒。再加一点盐。就是这样子。加点其他没东西了。就没了。没了。好。没关系，再去吃，容易吃了。刚刚那个咬劲比较需要去咬多几口，现在都变软。我们杭州本地人很喜欢吃这个，吃了你一个，不好意思。哟，以后到你们深圳来，你请我。好。我们这里杭菜是长城区大马龙，我这里杭菜菜已经烧了20多年了，味道也可以，欢迎你大家来到我这里品尝。听说这边有一家种子店特别排长龙，常常都会很早的人都开始会在那边排，而且你可能去的时候都不一定买得到。哎呀，你这个肉，半个小时不吃了，已经45分钟了。看一下，每天300到400人，能限购10个。来这来给我讲一下，后面的人叫他们不要等了，后面8个人后面一批就要等2个多小时了，已经。还要明天了，明天又是明天。那这个要等2个小时，你等着就等。哦，我等2个小时。哎，等着嘛就给你了。你不让我掌握技术，我来帮你报。因为他这个是手手工活，刚才跟老板也在聊，他现在一天只能做个300个。我是南方妈妈，我也想多赚钱的。哦，为了跑得漂亮，不轻松的。没买30个，昨天我来第一个5连。小姑娘买一个吃吃。好啊，好吃吗？好吃。哇，这个就是你包的种子每一颗里面的东西了。对，一半斤的，一半回的。我的种子最少都有半斤，保质质量250克最好。压牢底下的。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肥猪肉。啊。然后黑黑的那个了。瘦肉。哦。他说退潮后的太湖糯米做出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会很有粘性，所以在蒸这个种的话它不会容易给散开，而且它的米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别人去做的粽子通常他们会用一块肉是炸着一层肥一层瘦的那样子的五花肉去做的，但周师傅呢把瘦肉跟肥肉分开变成是2块肉放进去，而且它的肉会预前1个晚上12个小时就会把它腌制起来。这个酱油不要的，到晚上就倒掉了，倒掉全部是一次性的，没有第二次这些我不要了。有些人啊用了2、3次这个肉，我们做生意都是只能求着做。我觉得整个粽子最考功夫的一部分就是包它的过程，最难学的就是我的手法，永远都学不到的紧跟松的问题，4、5年才慢慢给它控制好了。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圈圈，甜蜜思念，你的笑容。那么老远都要过来买这个种子，是他什么吸引你？他说我也没吃过啊，他说没吃过，他就是他们是网红嘛，很红啊，但是听了很多人都说真的很好吃啊。我要那个肉粽啊。光滑很亮的那个肥猪肉，腌了一个晚上的肉还可以保持那么多汁，应该是跟那个肥肉有关。然后你看那个肉
这个配料是我自己慢慢研究出来的，没有人教我的，但是我在外面打工偷学，我做什么事情勤快，眼睛看的，我就偷偷摸摸学的。我八九年就来杭州打工的，我三十几年了，我在杭州的酸甜苦辣都尝尽了，小工骑三轮车，什么事情都干过，拿板子都拿过。2005年，实在打工赚不到钱了嘛，没办法，老婆老是骂我，她说你这么没用，一年，她说你这辈子给我10万块钱，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我给她100万，她还不心满意足。结婚24年了，后悔，拿着就后悔了。我就是跟她三天两天吵架的，不过我也说她也不气，她也不跟她吵。他很开朗的，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他也说要，哎呦，你怎么对不起了？对我的时候，是我跟我老婆那时候，我老婆那时候睡马路的时候，那真的是挺爽。睡马路，96年，九六年，要过饭，要了3天饭，身上没有一分钱。九六年我们还睡马路哎，现在。终于在杭州落户了，还要苦10年，再把这个房贷还掉就好了。对的状况，很多人啊，还有后面这边有特别的椅子给客人用餐。那这边呢是做一种叫片耳串的面，听说是杭州特有的一种面吃，我自己也很爱吃面，所以就想来看一下勾引这个面有什么的不一样。老板，我想来一个片耳串。半川吧，半川，对，这是这边招牌吗？对，要那个腰花跟猪肝，好，谢谢。好，加辣，加辣。哇，里面很多人，唯有在街边跟着大家一样，试在街边吃面的感觉。他这里虽然片耳川也很出名，但是原来这个半川才是他们店最特别的东西。还有加了那个腰花跟那个猪肝，所以先试一下面，我觉得它因为可能是很快的快炒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面其实里面有一点点夹心的，跟意大利的那种 al dente 的感觉很像，味道非常的好。平时的我会再另外加一点辣椒酱啊，或者醋在那个面里面一拼再吃。不知道其他客人好像有的也会加辣椒酱。这挺好吃，就是满餐加一个的时候。我一般在国外，然后就是刚回国，在国外刚回国第一个就来惦记这个干面了。是来吃半川的，是不是？反正这个味道，吃白就是很对我们杭州人的胃口。可以讲一下那个半川的故事吗？半川呢，以前的半川呢，就是像烧拌面一样，面和料是分开烧的啊。再后来嘛，就是慢慢的改良了，料炒好，直接把面放到料里面一起炒。哦。所以你是帮客人已经拌好了在锅里面，也没什么难度，就是说到底用心嘛。你每一个人来，你到我这里来吃面，你都是我的顾客，对不对？你付给我钱，我就要把认认真真把你的面条烧好。
说到底就是一个小细节上，该关火了就要关，该要大了就要大。以前炒他们炒猪肝和腰花都是酱过的，用生粉用酱过的。我的猪肝腰花就是不酱，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凉下来就不好吃。但是它有个优点，它是原汁原味，真正的原汁原味。我连酒都不喝，就是酱油、味精、葱花，什么都不放。这个呢，就是第一个要求就比较高，就是东西要新鲜。我这个猪肝炒好了，拿出来，你咬一口下去，它里面会有酱油的汁水出来。我说我不做外卖的，在这里现烧现吃，是好吃。这里就是钱塘江跟大运河的一个接口的位置。很久之前啊，这边都会生活着各样的劳工，今天这边已经发展成为各样的高楼大厦。不管这个城市有如何的变化，我们都希望这些早点的师傅能够把他们的手艺传下去，让这一座城市可以留下老底子的味道。10年，要把这个房贷还掉，就轻松一点退休。根据身体吧。做个一两年没问题，不然吃不起这个苦。这么大的年纪，我们干嘛？钱赚来干嘛？我就是背一个包到外面去玩一下。现在小年轻都不想做，都真的不想做。再做个一两年嘛，差不多了。然后嘛，到外面去跑跑，做了一辈子。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嘛。